Good morning. Joseph. Yes, Johnson. Hello, Mark. Good to see you. Yes, good to see you. Welcome. Everybody from CCI, I'm going to see you. Living and hoping tomorrow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today. Let's rejoice today because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This is the day that we've got. It's the present day. And so let's not put off being happy until tomorrow and carry our sorrows from yesterday into today. Let today be the day. Like the Bible says, you know, today is the day of salvation. So don't wait to get saved tomorrow. You've got today. So you've got today to rejoice. You've got today to love on someone. You've got today to give, you've got today just to rejoice. 就是你能够去开心啦。 咁我想呢，就是能够而家为香港祈祷啦， 或者我哋举我哋嘅手啦， 让我们相信神是为这个城市，我们美丽的城市，这个香港，爸爸，我们感谢，为了这个城市，我们为着领袖在这个城市去祷告，我们现在祈祷，就是为着你神圣的智慧临到他们，是啊，让政府的权柄的人员能够在你里面得到安息，亦都是 爸爸祝福同埋保护每一个人喺香港嘅，系奉耶稣基督嘅名，大家一齐讲阿门啦。咁咧就好快嘅一个宣布啦，就系去提醒咧，就系Sean同埋Bonnie啦，佢哋都系嚟紧礼拜二都继续有一个咧带领小组噶。 咁咧就係我哋嚟咗完咗呢個聚會，都會有一班人咧就會喺呢個 Zoom 嗰度有啲嘅聚會，咁又有一啲嘅開會啦。嗱，記得就係下個禮拜我將會講提醒大家提前，就話我同阿 Glenda 我哋自己咧做啲好重要嘅嗰個咧就報道咧就話完咗下個禮拜嘅崇拜，直接咧就會有一個嘅宣佈。 亦都係好有幫助，就係大家要留意啦，對好多人都好有幫助噶。咁希望咧就係，同埋咧就有一個鏈啦，就係會發俾你哋啦。可能好快可能就係完咗呢個崇拜，就有一個鏈咧就俾你哋可以click落去啦嚇。咁咧仲有多一個嘅宣佈啦。咁咧就係。 咁咧就係跟住Ash 咧，佢係同埋 Adele 兩公婆咧，差唔多一開始嘅時候咧已經喺我哋教會啦。咁Ash 當時未結婚，後屘又同 Adele 拍拖，跟住咧就係結婚啦、生仔啦，就喺香港就成15年時間啦。咁咧就係佢哋同我哋講就話大概6-7個禮拜前咧，同我哋講佢哋覺得咧即係神係呼召佢哋咧。 就係喺香港嘅季節已經完啦，咁咧佢哋咧就要去繼續去向前行嘅。咁當然咧就係我哋希望佢哋能夠咧就單對單咁樣就面對面同大家講，但係因為而家個情況，因為而家就係個情況，佢話你可唔可以咧即係我哋即係會係繼續愛咧就係國際音榮堂嘅弟兄姊妹啦，就係。 即係佢哋會離開香港係喺3月底嘅，因為而家咧就係嗰個就係嗰個限制令咧，所以我哋佢哋都唔可以嚟到教會同你哋去面對面去講呢樣嘢啦。咁所以或者我哋3月底咧，我哋會有一啲嘅視頻啦，或者我哋可以咧做一個線上為佢哋啊禱告啦，就係話咧祝福佢哋啦，就話咧由香港嘅呢一度咧帶領呢一個動力繼續去到咧佢哋要去嘅前面嘅地方。
咁可能咧就係佢哋可能面對面同其他啲人講咗啦，佢唔可以咧就是、大家喺線上面對面同大家講啦。咁我哋即係祝福佢哋啦，即係佢哋真係真係呢一度咧係地上嘅即係對好多人嘅幫助啦，同埋佢哋都係喺主裏邊咧係一啲咧就係得贏家嚟噶，同埋佢哋咧就係成日都會係咧就係同我哋都係保持聯繫啦。他說不是的，只是跟 Glenda 有關係，不是的，跟我們很多人都保持聯繫。那呢就是他們將會呢就是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就是你們都知道就說呢是有很多他們的生命裡面很有能力呢，都有很多的恩典的。今早呢大家呢都會有即很開心啦，即係今朝有一個好特別嘅嗰個講員咧，就係亦都係咧國際音榮堂嘅領袖，就係 Sean 同埋 Bonnie 將會咧有一啲嘅先知性嘅話語。咁我咧就同阿 Sean 咧頭先講嘢，就係、是、之前講嘢咧就佢好似Sean 又話心中有一啲嘅攪動啦，即係。即係你諗下咧，就好似即係約翰施洗約翰咧，佢喺度講到時候咧，就係啟示耶穌基督俾人去知道嘅。嗱，呢個將會係一個係好有恩典同埋有大能同埋好愛嘅感動嚟噶。咁呢一個咧就河流將會咧帶領你咧去到一個更加好、更加高嘅地方。咁就係、是。就是这个呢就是就是你会看到呢就是神呢是怎么样呢，就说呢神怎么启动你，怎么保存你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位份呢，那呢就知道耶稣基督是与我们同在啦，无论那个环境多困难啦，无论呢就是攻击是多大，敌挡是多大，但有时呢就是有一个被指派的，而这个指派呢是一个呢就是神那个呢神圣的指派来的，就是去指派你去做一些事啦，那神呢将会是化就作为祝福，你要明白呢在基督里面我们得胜有余的，所以现在你要准备啦，就是爸爸呢你去差派释放你的智慧呢，就当就是说呢就是 Fran Bonnie 呢他们要讲呢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就是圣灵呢你去感动他们给他们属天的话语，欢迎你们上来，还有 Sean 和 Bonnie 啊，跟你们拍掌啊，掌声给他们 啊好了，感谢你爸爸妈妈，多谢晒 Sammy 你打招呼啦， Hello 我知道你看不到他们，但是他们看到你，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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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my Nini， Nini 即是她的婆婆啦，早晨啊大家今朝呢就暖啦，即係多謝 Rob and Glenda 啦，即係呢一啲呢就係好凍嘅天氣做啲好温暖嘅開場白俾我哋啦，為我哋做啦，咁呢就係Bonnie 你話呢就話好唔同喎，就係對住個鏡頭講嘢，我呢就第一次係即係第一次就係話線上係冇觀眾喺現場嘅，咁我知道當然都有人嘅，咁但係呢就係其實完全係好多都唔同嘅，咁但係呢啲人係睇到即係希望係啦，希望即係睇到啦嚇。咁我哋今朝嚟到就係去祝福大家，就祝福每一個咧，就係國際音榮堂同埋咧線上嘅朋友啦。咁咧就係 Bonnie， 你都有一啲嘅時刻喺呢個禮拜，咁咧就有一啲嘢咧就係發生，咁咧就可能唔係咁好，唔係咁開心嘅嘢啦。都幾嚴肅嘅，任何人咧，即係你聽到嗰啲嘅新聞咧，都會係即係覺得對於人類嚟講好驚恐啦。咁咧就係。但係唔係太過接嘅，但係亦都係一啲有可能就係幾嚴肅，就係我同阿 Bonnie 咧呢個禮拜都傾偈咧，就講緊一啲新嘅一啲嘅循環嘅季節性嘅嘢。當呢一個咧就係新冠肺炎嘅時間，我真係感覺到好多恐懼嘅。我哋咧有啲嘢嘅發生啦，可能。咁我哋嘅生意都要停一停啦，同埋好慢啦，同埋咧就係有呢一個潛在嘅恐懼咯。我唔係感覺到好多嘅恐懼，但係都有啲。
同埋咧就係話你即係個恩官，同埋即係我哋要為將來去準備，同埋為最唔好嘅事情而去預備啦。啊，咁然後咧，嗱呢個禮拜咧，我聽到一個故事講緊，唔好意思啊，如果我有啲情緒即係有啲情緒。我咧真係好感恩，大家都可以同我一齊分享阿 Bonnie 嘅啲嘅情緒嚇。咁我聽到個故事就有關個家庭，咁咧個 B B 咧就有呢一個新冠，跟住去咗醫院啦。我相信你哋都聽到咧新聞都有講啦。咁個醫院咧就係唔可以咧接受啲父母咧同個 B B 一齊嘅，即係佢哋話你可以因為帶個 B B 翻屋企啦，你就冒險啦，或者你帶個 B B 就留低喺醫院啦。咁咧就係 B B 都有其他嘅問題，唔係就純粹話就係有傷風啊，或者係新冠啊咁簡單，就係生死關頭。咁父母咧真係冇選擇，即係所以要離開個 B B， 跟住醫院咧就呢啲嘅父母咧就係去揾。就去香港好多嘅媽媽咧，就唔同嘅嗰啲嘅 WhatsApp 嘅群組或者係 Facebook 臉書嘅群組啦，就係話佢哋可以做啲咩咧，度問。咁最終咧就係嗰啲嘅醫生啊都好好啊，喺個兒童醫院，即係最終都即係，但係佢哋要咧就打電話去報警啦，佢哋一定要去合法地去做呢件事，所以咧。跟住就個家庭就可以同個 B B 一齊，咁有成三日。咁當時我有一啲嘅恐懼臨到我啦，就係你感覺到完全冇盼望啦，同埋冇能力噶，同埋幫唔到手嘅好多嘢，因為內在嘅心理狀態咧，就是、作為一個媽媽啦。你想去拯救成個世界，你想拯救所有嘅孩子啦。咁咧就係、是、我嘅心就去咗佢哋嗰度啦，即係對唔住，對唔住啊！我諗好多人都好感動聽到你嘅分享，因為呢個禮拜我真係喊咗好多，即係我同神講，我唔想再喊啦咁多。我就喺度諗咧，就係話不如我哋咧簽一啲咧就係請求書啦，就係、是、改變呢、這個法律啦。但是不容易，亦都唔得，亦都只可以希望有好嘅嘢發生啦。咁然後呢一個嘅家庭有好多嘅即係接觸咗好多人啦，有好多人知道呢件事，但係咧就都希望呢件事會改變啦。咁咧就係、是、你希望呢樣嘢咧，即係佢一直都攪擾我嘅，我就同 Sean 講。我哋一定要劃界線，就係話咧，我哋喺香港活喺我哋即係住喺香港呢個地方，我就覺得我同神講，我話你講啲咩咧？咁我係恐怖，我恐懼，我亦都係又好煩擾。我跟住我當時就係氹阿 Sammy 就瞓覺，跟住咧就我聽到神講，你需要光。咁你咩意思啊？我要做光，跟住佢帶我睇經文咧，就係、是、馬太福音五章就係講咧鹽和光噶。跟住我哋可以讀呢啲經文嚇，咁大家睇翻個群組發咗個經文，就馬太福音五章你們是地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它不再有用，只好被丟在外面，任人踐踏。你们嗱，当我读呢一个十三节嘅时候，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嘅时候，咁咧就系当我读呢段经文咧，我就当佢讲，就话咧，如果盐系失咗味，点能够叫佢再咸咧？所以佢不会再有用噶。咁我就觉得咧，就话我呢一刻就原来我失去咗。個鹽，咁我就好似我所有人一樣咧，就活喺一啲恐懼裏邊。其實冇用嘅，即係話咧，我講呢啲嘢，做呢啲嘢都唔會鼓勵到大家噶。
所以呢，我们要成为盐啦。正如经文继续讲，十四节就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我就觉得呢，就是说这个呢，就是信心就提升了。当时就是说，我要做盐，无论呢，就是任何机会或者任何的环境，我不可以就是去惊恐啊。我一定要成为盐啦。如果你继续读下去呢，就是你是光，世上的光，成就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是啦，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耀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耀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其实讲紧就话咧，这个世界充满黑暗，是完全预测不到很多嘢，完全咧就系我哋掌握不到。神咧就话咧，我哋需要成为盐同埋光。如果你谂下咧，作为盐，咁喺我哋嘅嗰个牛奶里边啦，就会变咸啦。咁亦都会盐咧，就系有其他嘅嗰个煮食嘅时候落咗盐，亦都会去配其他嘅调味料。带出来一些好味道啦。那我就觉得神话呢，你要继续成为这个盐，成为这个光。然后呢，他就说呢，就是成就在山上，就是说呢，整个城市将会看到呢，最高的地方就会看到这个光，因为光在山顶上。那在这个的环境呢，就所有人都是一样面对同一个问题。我们被呼召成为这个山上的光，我们不是被呼召成为其他人，我们要被呼召成为是突出，是让人看到我们就是成为呢，就是有一个答案的一个呢，就是有一个来源。因为我们是光，我们是盐，就是整个过程里面呢，就是其他人呢，可能他们很多日很多个礼拜都很惊恐，很多的他决定要做的。当我们会在现在这个环境，我们要继续成为盐和光，那我们是有不同的跟其他人。我就觉得我们的家庭呢，就是看到这个家庭所经历的事，他们得到很多的支持。但人都是需要这些的支持的，就是，所以人就是成为要需要一些盐和光了。当我呢，就是同即系继续睇落去啦，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五节啦，就话啦，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即系神同在啦，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都是藉着他做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凡被造的，在他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没有胜过光。嗱，呢个光就系神咧，就系咧，就系我哋所披戴住嘅呢个光，就去对住全人类，就系好有能力，就系话咧，就系呢个咧光，就系第五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没有胜过光。对于我嚟讲咧，就好有能力，即系你就成日喺度谂住嗰啲嘅黑暗，原来咧，当我系光嘅时候，黑暗就要咧系走开噶啦，退开。就系我就鼓励你，无论你系面对可能工作或者财政或者一啲嘅健康嘅问题啦。嗱，你要成为光，因为呢个黑暗不能够胜过你啊！呢度讲得好清楚，就算你可能觉得，即系好似，即系你可能觉得唔系咁嘅情况，好似同我关系唔到喎。但系咧，我都鼓励你哋就话咧，就算你依然喺黑暗里边，你依然有光，依然系有盼望，因为你就系光，就系你记得我就系好。多時我在一個很恐懼環境裏面出來，那我經常在想，如果我是這樣的話，我會怎麼做呢？然後我由那個環境進入現在的信心，有盼望呢，那我就覺得我是需要成為一個光，就要很多人一樣。我現在宣告啊，爸爸，我們你的光就是你的光，無論是面對什麼環境，我們宣告這個光就是神在我們裡面的那個光，是我們的神。是啊，這個光呢，就是去進入黑暗的時候，黑暗就沒有地步的，是沒有位置的，因為你的光就是更加
大能勝過黑暗，我哋宣告信心臨到每個人啦，讓咧就係讓人都帶著你嘅信心去勝過黑暗。我哋宣告係啊，所有嘅光都臨到每一個我哋面對嘅困難，每一個嘅環境，所有嘅身體嘅細胞，所有嘅個有生活生生有氣息嘅，我哋宣告咧細胞你要有光，有生命，所有嘅細胞都能夠對齊。是啊，走埋一齐就同神去宣告一齐咧对齐。系啊，我哋感谢你俾我哋嘅光，我哋咧能够有信心喺你光里边。我哋要需要咧突出嚟，我哋要成为咧独特嘅一群，系因为你俾我哋嘅，系我哋就系光。感谢主，多谢你。或者五十秒咧就去接收呢一个系 Bonnie 头先嘅宣告啦。如果你仲係可能會喺恐懼，或者你有啲嘅問題啦，你仲喺度咧諗下嗰啲嘅選擇 A B C D E 嘅選擇嘅時候，咁咧就容許神去將呢個光喺喺你裏邊散發出嚟。多謝你 Bonnie 嘅分享，做得好好。多謝你翻翻去光裏邊，感謝主嚇。但呢一個係咪真係好正咧？即係我哋唔需要去即係戴面具去假扮啦。即係話唔需要好似覺得我哋所有經文我調翻轉讀都得啊。我哋咧，我哋行喺個軟弱當中嘅人士，我哋都會驚啊，我哋都會恐懼啊。嗱，有一個咧就係、是、有一個拯救嘅計劃，就係、是、呢、這個喺福音書裏邊，就你唔需要咧就係、是、假設假扮啊、裝扮啊，你係需要咧就係要做一個真實嘅人。當你做真實嘅人喺神面前，神就會對你係一個好真實嘅神啦。咁無論你而家係經歷緊係可能恐懼，或者係一啲唔同嘅呢一個唔同嘅環境啦，一啲唔好嘅思想啦，或者係有一啲嘅限制呢個生命裏邊，咁咧你就你可能會同神講，你嚟幫助我啦，就係話你我哋需要咧喺神裏邊嘅信心啦，神嚟幫助我哋啦，去釋放我哋啦。當你去餐廳我哋。就係人咧，就係我哋會咧，就係話去寫低，就話你要想食啲咩啊？咁咧就係佢神唔需要特登落嚟地下，但係佢嚟到就係話咧，去到人類當中係道成肉身，因為佢好愛我哋嘅緣故啦。你唔需要咧，就係去裝扮，就係話假設冇事，但係你一樣係做翻你自己真實嘅你。嗱，你記住鹽啦，就唔單止就係好味，係有味道，而且亦都係一個可以保存即係嘅食物嘅。我想話俾你聽咧，就係話有一個地方去你咧就能夠保存你嘅，然後咧就係帶你去到一個咧就係監牢嘅地方。嗱，監牢咧就唔係一個好玩嘅地方嚟噶。咁咧，有啲人咧就去，佢會，即係去，佢有佢嘅遊戲規則。咁你唔能夠咧就係即係好自由，你係受限制噶。咁我哋可能肉身都會喺困擾喺呢個監牢，或者關係上或者財政上喺個監牢裏邊嘅困擾。但係咧。呢樣嘢就係我哋去邊度都好，可以都係一個限制，好似個監牢咁樣。我哋可以好容易被受誘惑，就講就第一，我哋講喂神對我咁講，神對我咁做嘅，然後咧就怪責神，就話你都唔係一個好嘅神嘅，因為我而家係好似坐緊監咁。咁你就係你而家就開始睇緊，你由一個外在環境去睇翻外邊，出邊有好多嘅誘惑，就係令到你覺得神係唔好嘅。但我話俾你聽，或者去警告你，呢一個咧就唔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方式，會繼續行嗰條路，即係可能即係唔係一個好嘅主意，就係話
因著你的生命，你是會在這個監獄裡面的。當你學習去勝過，就是外在環境的事情，無論好與壞都好，就是你帶著感恩的心，去讚美的心，去多謝神的時候，無論發生什麼事，很多時候都帶你就快點是離開這個監獄的。其實呢，就是我們讀了很多呢，就是領袖的一些的書啦，還有做生意 的書啦，其中一件事呢，就是很就是共同點呢，就是那些人由低做起啦，就是當他們呢，就是由一個呢，是一個最高的個建築物裡面由底層開始做，他們呢，就是因為由低做起呢，所以他們有很多的優勝的條件的。咁咧就係、是、一個故事，就係話無論佢哋擺啲手都好，佢哋都會咧都會用呢一個咧就係、是、有恩寵喺佢哋嘅手上所作嘅功啊！你係同埋佢哋好感恩嘅心嘅嗱、啊，你當你好有帶著感恩嘅心時候咧，你好快就慢慢咁樣去被提升上去。我記得我喺超市細個嗰陣時啦，可能18、19歲咧就做啦。你可以喺度咧就係嗰啲咧就係嗰啲豆啦，你就去度包裝啦。咁然後咧就啲人咧就好容易就係攞嗰啲嘅豆啦，跟住咧就整爛啦，跟住咧就係、是、我，但係我都因為個見到啲人搞到亂出八糟，但我都要再去整，因為我要賺錢。我見到有啲人咧就係佢係老過我好多，我50、60歲，同樣都喺嗰、那個即係嗰個購物中心，佢哋咧完全咧係好牢騷，唔感恩佢哋有呢份工作。我睇到佢哋咧進入一個咧陷阱，就係、是、一個所謂嘅。監牢的陷阱，就是不感恩的陷阱來的，就好10年、20年，我呢 就算我不喜歡見到有些情況，但我學習到呢就是不要那麼快去投訴啦，我就要去是感恩，因為這個就是因為有感恩，所以令到我能夠呢又被提升啦，去到人生下一個旅程。那呢就是我咧就學習，就係話咧，我就算而家都一樣去學習緊咧，去感恩。我哋每個人都可以帶住一個感恩嘅心去敵對呢一啲咧敵擋我哋嘅勢力噶。嗱，呢一啲會令到你會突出噶，就係從嗰啲咧就係仲依然喺世上活著，但係你就會比較突出啦，因為你帶著呢個感恩嘅心。當我咧就嚟到第一次嚟到香港，我坐巴士啦，咁我。是你知道我是有住過愛爾蘭啊、英國啦，咁啲人咧就係、是、完全生活模式唔同啦。咁咧就我喺度諗話，點解啲人可以即係佢哋好好啊喺香港裏邊工作係好好啊嗰啲嘅態度啊，同埋嗰啲大好靚嘅餐廳，但係我見到香港人咧就坐巴士咧就成日耷低頭喺度瞓覺喎。我話咧，我完全咧。我話咧，我喺我生命裏邊從來未見過啲人咁樣瞓覺。我住過2個大洲，但係都未見過啲人坐巴士喺度瞓覺。咁咧就係神好清晰同我講，就係、是、Sean， 我想你要將會嚟到香港成為一個咧就是、對比。我唔想你好似咧香港人咧就是、一樣咧勤力到咧令到自己冇得休息，去成日黑眼瞓，而係我想你係勤力，但係咧係有得休息噶。我一直咧去將呢啲咧好擺喺個心裏邊，我咧就係、是、同神講嘅，每一次我都話神咧，我要學習點樣去安息，點樣咧就係、是、做少啲，但係可以生產多啲。你睇到我，我點樣去成為一個鹽，就係、是、一個形式，就係、是、亦都會帶著味道，能夠咧就可以咧係突出嚟，同埋咧即係將個天國突出嚟。俾人睇到，但係如果啲鹽咧就冇咗味道，你掉咗出去咧就係、是、一個好廢冇用嘅嘢嚟噶啦。咁我將一直都係保存呢一個感恩嘅心嘅，到而家嘅。讓我讀一啲嘅經文啦。我咧就係俾阿 John， 除咗呢段經文冇俾過佢，嗱、或者我讀啦。哥羅西書二章啦，就係、是、應該係2節開始我就擺咗出嚟。第3節，佢話 John 唔緊要啦嚇。
在他里面蕴藏着一切智慧和知识。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虽然我身体不在你们那里，嗱呢一度咧又讲咗好多嘅。虽然我身体不在你们那里，心却与你们同在，很高兴见你们循规蹈矩，对基督的信心也坚固。既然你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要靠着他而生活，照着你们所领受的教导，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充满着感谢的心。你们要系啦，呢度有讲充满着感谢的心。嗱，你唔可以咧冇呢一个感恩嘅心吓，咁然后咧得着呢个信心噶。嗱，你活着系好似其他人一样，就话系看嗰个外在环境，而系令到你系受惊恐啊，同埋冇力量咧，咁你就冇呢一个能力可以咧就系活出呢一个感恩嘅心噶啦。嗱，我哋咧就系要将呢一个困难去面对，去我哋要专注喺啲啱嘅事情，就话咧有一系列嘅嘢关于系信心个中心，你就系话你要专注喺一啲啱嘅事情里边啦。就系你见到有啲人面对啲困难啦，佢哋然后举嘅手就系敬拜主嘅时候咧，佢哋就喺嗰度咧就系要带着信心，然后充满呢个感恩嘅心噶。咁咧就系就话喺你嘅信心得着坚固，就话咧就系让。英文讲咧就系叫做涌流出嚟嘅感恩嘅心，中文就话系充满充满，其实唔单止充满，英文嚟讲系流出嚟嘅，就系满到要写出嚟嘅信心。好啦，今日咧就要讲就话你系由边一度系嘅状态活出嚟嘅咧？嗱，呢个创世记我其中一本好中意嘅书本，我咧就可能。十幾年了沒有去看了，我呢就是不可以呢完曬讀完這個創世記，就是因為真的太多東西要學啊，還有呢真的很多的金啊，我真的很多時候我看這個創世記呢，就是我就覺得我都知道，但是每一次我覺得我知道的時候呢，但原來都有新的一些好像金礦一樣就掘到一些好東西出來。那你呢就要，我就鼓勵你們呢，如果你讀經文呢就不要只是 tick 這個box， 就是這個格子，就說我讀過讀過讀過，你是即值得不停的重複再讀，特別是創世記和這個約翰福音，就是這兩個都是新約裡面的那個起初建議你們要讀的，就是一個創世記新約的約翰福音，即讀多一點。這個創世記是有一個咁咧，有人咧就係佢係好多時佢唔係耶穌，但係佢講説話，佢做嘢咧就好似基督咁樣。佢咧就係一個喺舊約裏邊就係作為一個影子，就係新約嘅影子啦，有反映咧係耶穌基督嘅心智嘅。嗱，好多嘅平衡性嘅嘢咧，係對於耶穌基督嘅嘢，我係好即係推薦大家，就係話呢一個喺創世記裏邊啦。在37章我們將會講的，就是如果有人熟敬聖知道我講什麼，就是約瑟這個故事，記不記得我們也都講了這個愛國者，這個呢就是亞伯拉罕和這個以撒，就是呢神呢就應許給亞伯拉罕的兒子啦，咁呢一個就係神蹟奇事，令到亞伯拉罕佢可以生以撒嘅，然後以撒生雅各，然後雅各咧亦都有十二個兒子嘅，其中一個就係即係倒數第十一個兒子係叫約瑟，佢咧真係好得到佢雅各爸爸嘅寵愛，因為雅各就係好愛呢個約瑟，甚至乎俾一個咧就係好彩衣啊，即係好靚嘅衣裳。咁咧就係呢個衣裳咧，代表咧神嘅恩典，係因為約瑟好得著爸爸咧係特別嘅寵愛。咁咧就係上一兩個禮拜 Rob
不停就講咧阿加皮嘅愛啦，嚇咁呢個愛就唔單止就係就係話咁樣就令到世界完美啦。但係咧喺你睇下，因為呢個愛啊，爸爸嘅愛咧，所以令到嗰啲兄弟好真係弱失。咁咧就唔好覺得咧就話呢個係愛咧就係好甜美。你需要力量，就喺一個愛下邊咧，就係去披戴住呢個愛嘅承載呢個愛噶。咁咧，因為你會有敵擋勢力噶，而呢一個約瑟咧，佢真係被佢爸爸所愛啦，亦都有，亦都係嗰啲喺佢身邊嘅人咧，就開始好憎佢啦嚇。咁咧就係呢個提醒我咧，就喺創世記咧四章，就係呢一個該隱同埋亞伯啦。就係當佢哋咧即係喺呢一個該隱咧，就係去得當佢咧就係將佢初熟嘅果子咧，就係去獻上俾神嘅時候，神咧就睇到咧就係亞伯嘅嗰個咧就係。即係將佢上好嘅嗰啲咧，就係初熟嘅即係動物啦、牛羊啦，就係獻上啦。咁咧，但係該隱咧就係好妒忌，然後咧就殺咗咧就係呢個亞伯啦。你諗下咧，就係點解咧？就係該隱就話亞伯得著咧恩寵，點解唔係我得著恩寵咧？咁咧就唔好諗你有恩寵啦，所以你冇有敵擋你嘅勢力臨到去攻擊你噶。其中一個最激烈的地方就是教會，而教會呢就應該是在要透過愛呢大家去彼此交流，不是透過呢就是嫉妒嘛。因為呢我們這裡是有很多在神那裡得著這個恩寵的，有一個呢直接的那個支取在神那裡，那就是他是一個有當時咧，該隱咧就係佢就俾呢一個咧就係呢一個嘅植物，而呢個植物咧亦都係唔係咧神所咧係悦納嘅嗰啲嘅植物。咁但係咧亞伯咧就睇到呢個永恆，佢咧就將呢個羊初生嘅羊咧就係獻上俾呢個天父噶，而佢將最好嘅獻上，但係該但其實冇一個規矩嘅書教你要俾啲乜嘢神噶。咁呢個亞伯有啲乜嘢嘅理念咧，就係得到咧就呢樣嘢就係最好嘅獻上咧。而佢就看住呢個天上，佢就話咧：我見到將來有一啲嘢，我將會咧就唔係睇緊我自己嘅爸爸，就好似即係唔係咧就帶呢一啲咧就係嗰個係即係。植物，而呢啲植物只係帶嚟呢一個咧，就係困難啦，就係困苦啦。同樣地咧，就係有亞伯同埋該隱有啲嘅相似，就係呢一個咧，就係約瑟佢有一啲嘅嗰個恩寵嘅喺爸爸嗰度得著，而佢得著呢個彩衣啦。咁好多時人咧，佢亦都係喺恩典裏邊運行，咁然後咧進入呢一個先知性。咁。有些人咧就係先知性嘅，所以咧佢哋在活喺呢一個恩典當中。其實恩典同埋呢個先知性都係同步一齊咧，可以一齊運行噶。嗱，我哋咧就係喺我生命裏邊咧，我咧就係去唔只係去發夢發一啲黑白嘅夢，而係咧就係彩色嘅夢啦。你甚至乎去進入的地步，你的眼都好像親眼睇見到一樣的。我的思想的思維呢，就是說由一個是自我和這個呢律法的主義進入這個呢就是恩典。我告訴你聽呢，我也都一樣是有呢攻擊的，備受攻擊，因為其實很難呢就是跟呢就大部分的人呢去說的，因為他們呢就是很多時候我跟他們分享我所將來要預見的事或者我先知性的事，因為他們呢一看到呢有恩寵，但是他們就可能他們的不是會在一個恩寵的境地上，有時候他們很難去接受一些分享的。好了，說回約瑟了，在這個夢裡面呢，就是有即係十
support 嘅植物啦，咁咧就係其他咧就係嗰啲嘅十一個植物咧就要向呢一棵嘅植物下拜噶。咁咧就係跟住咧啲哥哥咧就係好嬲佢啦，就話咧你覺得我係咪要向你呢個細佬咧下拜咧？咁佢哋咧就係著住一啲即係冇彩色嘅衫，都係黑白嘅衣服啦，所以一啲恩寵嘅感都冇。咁咧佢哋唔單止咧就係佢嘅即係兄弟啦，就係、是、咁樣啦，就係、是、跟住咧啲父可能咧啲人都會覺得，喂，咁我父母咧，父母都要向你下拜係咪啊？即係如果我咁樣同我爸爸媽媽講，我諗佢哋都會好嬲啊。咁嗱，呢一啲嘅就係、是、即係啲仔女都係好粗犷嘅，咁佢哋真係唔係簡單嘅，佢哋做啲嘢咧，即係佢哋咧完全可以就係話殺咗成個城市嘅人噶。你諗下，當有一啲嘅逼迫臨到你嘅生命嘅時候，咁咧就係唔係只係有啲嘢就係臉書睇到啦，而係對你係人生嘅攻擊嚟噶，係有生命威脅噶。你知唔知道咧？就係雅各聽咗呢啲嘢之後，佢就擺個心，因為佢知道有啲先知性嘅嘢要發生，就係對咧，就係約瑟所分享嘅嘢咧，佢係知道有啲嘢要發生噶。咁但係呢，另外呢十一個兄弟就決定咗要去背叛呢個咧細佬，同埋要殺佢噶。咁跟住呢個約瑟咧，唔會因為佢嘅兄弟咁樣對佢，就係成個故事又完啦。跟住佢哋話：，唉，神唔好啊！啊，神咧就俾我呢一啲咧先知性嘅即係夢想夢啊，同埋呢一啲。但係咧，就我嘅生命而家喺咁嘅光景，完全換唔出咧神咧俾我嘅夢嘅嗰種光景。咁我將會咧就係變得一個係好唔安全嘅，唔能夠安息喺神裏邊嘅人。佢冇當時約瑟冇咁樣諗，冇咧就係讓外在嘅環境而去影響佢嘅思維。去到一個咧就係話程度，佢喺嘅神嘅大嘅恩寵之下活著。佢睇到神點樣透過佢嘅手去提升約瑟，去到咧佢成個家裏邊嘅最高嘅嗰個位置啦。咁嗱，而家我哋就話我哋有屋啦，有雪櫃啊等等。但以前咧就可能咧就係有咧就係即係農場啊，有人啦。咁可能佢都要有一個細嘅公司啦。咁嗱，當時咧就係佢幾咁約瑟幾咁有能力、有信心、幾咁大著蒙恩寵。佢唔會容許咧，佢對神嘅睇法咧係受扭曲噶。佢不停專注喺神嘅嗰個咧，係俾佢嘅喺神裏邊嘅信心。佢唔會容許咧外在環境人咧對佢傷害，去扭曲咗佢喺神裏邊嗰種專注同埋相信。嗱，呢一個咧就你諗下，佢係被限制，但係呢一個咧。約瑟完全沒有投訴，他決定做了決定，就是要讓恩典繼續在他生命裡面流動運行。神呢真的很好的之後呢就是這個呢就是他的即是主人的太太啦，就是去引誘他啦咁有些人呢就做了一些的即是叫做即是評語啦，就說他都是一個人啫，咁就是佢可能咧就係話呢一個係佢，其實佢因為有啲人話可能佢未必唔想同呢個女人瞓覺啊，但係因為佢就係咧有能力喺呢一個恩典裏邊咧，所以佢勝過呢種嘅誘惑呢個試探噶。可能都係有唔同嘅情況啦，喺約瑟當時，但係佢係勝過呢一啲誘惑噶。有幾多就係話嘅逼迫呢一個約瑟可以承擔咧？佢就完全就去咗就係
無論咧就喺去到呢一個監牢，被揈落呢一個咧就係王嘅監牢。咁咧就神就係將佢擺喺呢個地方，因為咧就算喺呢一個地牢啊監牢嘅裏邊咧，佢好黑噶呢個地牢嚇監牢，但係佢係光，因為佢有恩寵喺佢生命裏邊咧流動著。運行著，所以呢啲佢甚至乎對所有嗰啲咧喺監牢裏邊嘅人，我保障你哋，我保證就係話佢係會讓其他啲人係識得點樣咧去醫治其他人，去安慰佢哋。我哋睇到咧就係聖經係咁講，咁佢嘅心好關懷佢呢班人噶，無論佢嘅環境係點樣樣，神咧就係擺咗一啲。嘢喺咧就係約瑟身上係有一個咧就保存性，佢能夠咧喺無論環境點都好咧，佢都可以關心佢身邊嘅人噶。神咧就係而咧神好難咧就俾一啲恩寵俾一啲人，而嗰啲人只係想咧就係話咧去服侍自己嗰啲人嚟噶。但係咧係約瑟係好關心係願意服侍佢身邊人，神有好大恩寵可以臨到佢身上。咁對於係神咧就係好難咧俾你有恩寵噶，如果佢可以，佢都會噶。但係更加容易地讓神咧去恩寵你咧，就係當你活喺咧神嘅恩寵之下嚇，當你真係願意將神嘅恩寵流動出嚟，係活出嚟嘅時候，更加容易神嘅恩寵喺你生命裏邊咧活出嚟。每一次咧有一啲嘅逼迫臨到嘅時候咧，咁佢咧都話神啊，你真係好好嘅，我兄弟好憎我。繼續起身做嘢，神你好好，神好好，不停咁樣去相信，就係話咧呢一個主人嘅太太嘗試咧就係去陷害我，話我咧嘗試咧就係想侮辱佢，想強姦佢，其實係錯嘅，就係咁無論係呢一啲嘅叫做咧係叫做污蔑都好啦，就係、是。都是假的控訴，但是他依然呢就是活在神的恩寵裏面，專注在神裏面，無論呢就是在地牢裏面，他依然是保存這個心，神是對我好好的。我和 Winnie 呢就 Winnie 你可能聽緊這個即是崇拜啦，咁我你個分享是一個很有能力的個見證，即是無論是醫生或者護士當時的環境是怎樣，那就是你就是知道神是好的，那就是這件事提醒我呢就說其實那些的很小的逼迫，那我已經可能有些脾氣了，就是有些脾氣出來，但是 我那些實在太少了，跟就是這些這麼大的一個見證的比較，我們明白呢就是無論一些不好的事發生在我們的生命裡面，我們即是有一些不好的情緒，但我們依然是選擇要專注在神當中，那呢就是如果你是鹽，但你沒有這個味道呢，你就是失去了功能的。如果你的見證好像 Winnie 所做的，就好像約瑟所做的，就有一些保存這個呢神的那個恩典，無論你是做一些事你可能你繼續帶著感恩的心去做一些事情的時候，神的恩典就很容易在你身上流動出來。你是有一個呢就是領袖，那呢就是那刻就很有帶著能力，他就是一個呢就是法老王，他就是這個就是埃及的王，有兩個的這個僕人，一個呢就是試酒的，一個是試餅的，即是食物的。咁咧就係佢，咁因為咧佢呢個人咧就點樣即係去點樣幫助？有一日咧就約瑟咧就見到咧呢一個咧就係即係呢兩個男人咧就好唔開心，問佢哋發生咩事啦？佢話咧我哋每個人咧有唔同嘅夢啊，我哋唔識得去解夢啊，我哋都唔明係咩意思。咁你知道去到一啲咧就係先知性嘅，佢將會咧就打開你嘅眼界啦。咁咧佢哋都唔知道點樣解嘅。耶穌跟住約瑟咧就話啦：好啊，你話俾我聽啦。就講俾約瑟聽啦。
呢個咧就係試酒嗰個咧就話我見到咧有啲嘢發生啊。有啲咧就係、是、我呢個倒酒咧去一個法老王嗰度啦。你睇即係呢個創世記四十章啊，四十章。咁約瑟咧就話咧，我知道咧，就係、是、三日後咧，佢將會咧就係、是、即係三日後咧個法老王將會咧再提升翻你，俾你有嗰個恩寵，你繼續係可以翻翻佢身邊服侍佢。咁當時咧就係、是、嗰、那個就做餅嗰個咧就見到呢、這個酒證咧咁好咧，就嗰、那個就。跟他講啦，你有解我的夢啦，就約瑟，跟住話我見到咧個頂頭上邊有三個男子，最上面嘅男子裏邊咧為法老烤嘅各樣嘅食物，有飛鳥嚟吃咗我頭上男子嘅食物，呢、這個叫做獅扇，獅扇即係就係呢一個咧，就係、是、即係掌管食物嗰個啦。咁當時約瑟就解夢咧，就話咧三個男子代表三日啦，三日之內法老咧要讓你抬起頭來，伸手而處，即係個頭斬咗啦，把你掛在木頭上、木架上，必有飛鳥來吃你身上嘅肉。咁結果咧就係、是、到咗三日就發生啦，就法老咧就係、是、嘅生日，呢、這個咧就係、是、司。酒長即係嗰個酒證啦，司酒長咧就可以咧就去到法老身邊咧，就係喺佢神仆咧係為眾神仆擺設筵席嘅時候咧，佢就喺度服侍啦，就可以咧被提升啦，就復職啦。咁咧就依然咧就為法老咧倒酒啦。但係呢個司膳長咧就被個頭被掛起身啦，即係已經死咗啦。即係呢樣嘢，即係我咧就喺度宣，即係當我諗起咧，就係、是、神供應我哋每日嘅個飲食嘅時候咧，咁其實如果你睇翻咧，即係經文，呢一個咧就係、是，而咧就係、是、呢個司酒長嚇，就係話咧，即係神話當你服侍嘅時候咧，我嘅恩寵就會臨到你。咁但係呢一個咧就是、司膳長咧，佢可能咧會做一啲咧就係、是、芝士啊、做餅啊，佢咁咧就係佢揾個嗰個咧就係、是、生產商去製造啲餅啊。咁咧就係、是、神話我唔可以咧，即係當你同呢一個咧就係、是、酒嗰度咧去運行嘅時候咧，你知道唔係你親手去做嘅。咁你有呢一個咧，就係、是、如果你親手去做咧，咁就係、是、如果你唔係親手去做嘅，唔係去依靠我嘅，我嘅恩寵唔可以臨到你嘅手上。而同樣嘅兩個嘅金即係監奴，一個咧就係佢係親手去做嘅，另外一個咧就係佢唔係親手做，而係透過其他人去再做出嚟噶。你是怎樣由什麼狀態活出來呢？不要呢去活在一個的狀態，就是這個世界是怎樣去活出來啦，因為他們有他們的計劃，這個不是你要活出來的光景。咁咧就係、是、神好知之性同我講咧，就話有一啲分辨嘅嚟緊，就喺、是、呢個監獄，就係話咧同樣有兩個人都係咧就係、是、被掉落監牢。我嘅懷疑就係話咧，喺呢一個唔清晰嘅情況咧，佢需要時間咧去分辨發生咩事。就喺呢一啲嘅情況之下咧。就係邊個嘗試咧？就係、是、去殺佢啦。咁呢個係我諗嘅啫。就喺呢啲唔清晰嘅時候咧，當你唔好覺得驚訝，你冇做錯嘢，一樣去掉咗你去一個監牢裏邊嘅。你係重新喺一個環境裏邊再重整你嘅位置嘅。有分別就係臨到你，就係、是、喺。在那個監牢裏面出來是有分別的，在這個呢就好像叫做去煉淨一個人的地方，就是這個監牢。你
去怎樣服侍一個人，你是可以在外面都看到你是一個服侍，神怎樣去透過你去服侍人呢？咁咧就系会唔会咧就系耶稣基督咧会好好咧就系话喂你唔好掉嗰啲三个男仔咧落嗰个火炉啊？其实咧就系当佢呢三个人被掉落火炉嘅时候咧，耶稣先出现。咁呢样嘢咧就系因为神就会俾呢个恩宠啦。咁咧就系神咧就话啦，你系咪想要進入呢一個嘅進入呢一個咧，就應許咧，應許之地咧。而我呼召你進入你要進入嘅，但係你做唔到。但係你係咪願意繼續有一個咧你所嘅喜好咧？咁咧就係咁咧，即係神咧就話咧。咁咧我就话神啊，我会系按照你嘅心意去做啦，无论发生咩事，我唔想而家去死。如果你要我成为一个咧殉道者咧，我亦都唔觉得神呼召你成为殉道者。咁我唔想成为殉道者，但系如果神真系要我咁做，我会做。就算我要去一个即系方。一個咧就係曠野或者去到監牢，我都願意嘅。呢個咧就係你要活出一個咧獨特嘅姿態。而你冇去活出呢樣嘢，唔係因為神係唔愛你，因為你自己本身都覺得你自己唔夠資格。我哋唔係去要去操控咧神，係天堂應該要點樣去運作。而是呢他是去告诉我们听我们应该要怎样做。让呢就是天堂去运作，他的运作要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在所有那些情况的时候，这个摩西依然呢就是做了这么多神迹奇事都好啦。但是他一样都说我还是很多东西不懂的，我都需要在你那里认识更加多。所以那些人就在看不同的东西啦。神呢就不会说呢就说我是保存你是一些的只是在一些困难的时间，而是我呢要带你呢是过这个困难的时间。不是因为你和我喜欢一些困难的时间，但是我一样会带你去穿越这个困难的时间的。耶稣说呢，在这个世界你会有困难的。哦，耶稣不爱我们了，啊，神啊，你不够好啊，不是。而耶稣都讲了，就说呢，这个世界会有困难的，但是你们不要灰心丧志啦。咁意思就係話咧，我哋要就係唔係按照就係嗰個係個監牢範圍係怎樣？呢個係外在嘅環境係點樣？而係去按照我哋嘅心裏邊嘅心究竟，而咧就係。而这个呢就是说要是怎样在一个监牢里面，是神怎样去给我们经历他的恩宠，停留呢他的很多一些不同的环境啦，就是有一天呢这个法老也都发了个梦啦。我讲咧就系、是、我想宣告一啲嘅就系先知性嘅话语，因为神几个礼拜前俾咗我噶啦。而我咧就喺度同神喺度咬手瓜噶。咁咧就无论点都好啦。咁有阵时咧，你需要经历一啲嘅监牢嘅状态，喺你要得到神要俾你嘅嘢之前，所以我俾你一个大朗就话咧，这个最终其实系好噶。嗱，这个咧唔系话呢个主恩俾我哋只系一啲痛苦，嗱，这个唔系事实。
咁有時神咧就係透過你咧就係經歷，亦都係勝過呢啲嘅困難痛苦，然後讓你得著。所以咧，咁呢一個約翰就約瑟，對唔住約瑟，就同呢一個咧就係司酒呢一個叫做司酒長嚇講啦，他咧就係見到就有咧七個肥嘅佢嘅啲肥牛啦，跟住有一啲咧瘦嘅牛啦，七個瘦嘅牛啦。嗱，你諗下咧，你去就係睇睇呢一個咧就係即係故事。而當時咧就係我小朋友嘅時候，我已經係即係有即係係。看過這個故事，當時我作為一個小朋友，我不夠膽去相信。咁法老做夢就話咧，就係當時咧就法老發咗呢個夢咧，就唔知道發生咩事。咁佢咧就係嗌呢一個咧就係話佢話即係突然間呢一個咧就係司酒長就話係喎。这个约瑟曾经为我解梦，使到我可以保存的性命，还可以复职。跟着跟法老提议，不如就是 call， 即是呼召召这个约瑟出来，为你解梦。那就是约瑟就为他解梦了。跟着就说了，跟着约瑟就说了，就是有七年大饥荒，七年就是有一个是很肥沃的丰收，七年有大饥荒的，在这个埃及。那这件事呢将会有一个限制在地上，而呢就是当时就是约瑟亦都是不会因为他在监牢的这个限制呢，而是他是失去了对神的那个信心。那就是需要一些的能量能力，就是怎样，亦都唔单止佢有呢一个咧，就系力量，亦都有呢一个能力。就系好多人话佢系先知，佢好准直、准确咁样去睇到一啲嘅困难嘅问题，好识得去批评。但系唔单止真正嘅嗰个咧，就系先知性，唔系只系明白到问题嘅存在，而系要俾到就答案嘅去解决问题嘅、哦。跟住佢對約瑟對法老講啦，就話七年啊，好豐收啊，好肥美，又飽滿。但係咧，就係、是、七年咧，就係好即係艱苦啊嚇。所以你要預早咧喺你豐收嘅時候咧，起多啲嘅即係倉庫啦，就係、是、有七年嘅饑荒嘅時候，你可以將呢啲而家大豐收咧儲存起嚟。咁。咁咧，恩典咧就係會係有大豐收，比多過你去所想所求。而呢一個大饑荒會拎走呢啲嘅大豐收。當時法老就覺得哇，好正喎，聽落去都覺得好即係好神奇啊！嗱，呢樣嘢將會發生喎。就係呢一個就係約瑟俾咗法老呢個答案之後，跟住咧就係話啦。哇！喺呢一個咧，世界上有冇人可以咧，就係幫到咧，就係我去解決呢個問題咧？當時咧就係法老就係將呢個重任就交咗俾咧又約瑟啦。咁咧就係讓佢能夠治理呢個埃及地嘅。咁讓佢一早都睇到咧，就係前面要發生嘅事情。咁佢哋開始，因為佢哋就係。那些日子不單止呢就是去即他們當時呢就是豐收到呢根本就記錄不完那麼多東西的，就是約瑟不停就說呢，我在監牢那裡都是遇到困境，就說神是好好，神都好好，而這一個他的生命的鹽呢的鹹味一直與他一起的。然後我們去到這個就是能量，這個動能就是怎樣相信主繼續去滾存下去的，就是由這個是饑荒去到
現在就是說可能戰爭去到現在的新冠，無論什麼的就是監牢你現在困住在裡面，但神都有答案啦。他沒有讓他的監牢成為他的命定的終結，而他依然停留在呢是鹽的鹹味當中。咁我知道就係有一啲人咧，即係我知道有句英文就話你係好鹹喎，即係代表個飲就好有脾性啊，即係好發敏疹啊，好有脾氣啊咁樣。跟住就話你佢依然咧停留喺個鹹味當中，而佢甚至乎係喺呢一個將要發生嘅荒年裏邊，饑荒嘅年裏邊，佢而家。就是有預備的，神的計劃要去拯救以色列，因為他的以色列的在當時的那個十一個兄弟完全是沒有東西吃，他們不可以生產是約瑟所生產 的出來的果子，而他約瑟當時成為呢就是埃及的長相，就是全個埃及的世界的那個第二把交椅的了。咁咧就係因為呢樣嘢啦嚇，所以約瑟當時佢係好開心，就係因為呢一個咧所痛苦嘅過程，因為就係因為呢個緣故，佢可以咧去拯救佢嘅兄弟長兄同埋佢嘅爸爸，而呢一個咧就係監牢咧就係帶著呢個能力嘅，俾佢有能力嘅。神咧就系话咧有个计划俾你，无论你嘅痛喺边一度，神咧将会带你咧就穿越呢个痛楚，而系咧你依然停留喺呢一个带着盐嘅咸味嘅光景当中。无论几难都好咧，而家如果你让恐惧去战胜你自己，咁有啲乜嘢好咧？你嘅盐就失去咗咸味，就系话你。即是说你要明白，即是神很爱你，他是很祝福你，他好，你不要要去限制了这些恩典，限制了这些呢就是咸味呢，就是让正如 Bonnie 和我这样呢，即是他所刚才分享的很鼓励性，那我都鼓励你们呢，无论你里面所经历的，而你跟神的交流在里面跟神去交流，而是这个好先知性，你活在这个是应许的，出处是出于这个应许的，他将会带你去经历的。如果你是由外在是活出来的话，如果你觉得这件事呢就是 去限制了你那个呢就是命定呢，如果你覺得你的政府去控制了你的命定呢，其實不是他去控制，而是神去操控我們的命定的，但是人去做一些事可以做一些事，但是神是神 去決定我們的那個命定的。我想告訴你國際英明堂，每個人都需要做一個決定，你將會容許啲乜嘢去限制你去點樣去活出你嘅生命呢？你將會係活喺一個新嘅嗰個渠道，抑或你媽媽教你點樣做就點做呢？抑或咧就係去有一啲嘅逼迫臨到你敵擋你嘅時候，抑或你係活出嚟嘅光景係出於聖經所講嘅神同你所講嘅咧？如果太冷太熱的話，太過限制，因為這個新冠的問題，不是因為民主派或者是那個社會派或者是什麼派，而是你怎樣活呢？活出來呢？你是活在外在的那個監牢的環境，抑或你是帶著鹹味去活出來呢？因為沒有人能夠拿走你的鹹味的，冇人能夠咧就逼你去放棄咧神俾你嘅嘢嘅，咁咧就唯一咧就個人去點樣決定你點樣去活咧，就係你自己。有啲嘢你可以做，就係點樣去鞏固，就係去建立一啲你內在嘅嘢咧。
就是在信心里面去帮助你去胜过，最终是你的决定，你是由哪里去活出来的。几个礼拜前呢，我对就是对一个人呢，就是在教会里面讲埃及，当那些呢就说约瑟呢就拯救了他整个以色列民族几百年后呢，那当时呢以色列民就离开这个埃及啦，那他们就带着很多的食物啊，那神呢就很生气，就说为什么你们要去这样从这个呢就外在环境呢就去活出来呢，为什么你们完全呢就没有了盐的味道了。我会给你去看看希伯来书的十三章，希伯来书十三章，是啦，希伯来书十三章，一个呢很古老的就是基督教的笑话。这一个呢就是很出名的 OK， 这一个的你去打电话给你最好的朋友之前呢，你要读就是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先，然后先打给你的朋友啦。那这个差不多最好的有能力的经文在整个圣经，你讲记不记得我讲亚伯拉罕和撒拉，当这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那当时呢就是神对他们不开心，不满意他们。这里呢这些人你看回希伯来书十一章，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其实呢很多人因为你会在困难，你会在逼迫当中，你的信心是死了的了，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观望。他完全呢就是且欢迎欢喜迎接，他们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些呢就是有些基督徒没这样做，就是承认他们在地上是客旅来的。在香港就是说我对于我来讲很容易讲，因为香港文化我很多都不懂的，因为我会在一个不同的文化，所以对于我来讲就很容易讲，就是说我承认我都是一个客旅，就是我一个外族的人，这样是寄居的。你说这些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寻找一个家乡，因为你不是凭着信心居住在这个地方，就说你的心究竟是从什么去活出来呢？从外在环境活出来的生命，抑或他们十五节，他十四就说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寻找一个家乡。而这个呢就是外国不是一个很帮助的，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因为就是最终你不同的文化当然没问题啦，你喜欢喝茶，你喜欢喝这个可能咖啡，或者你喜欢澳洲的即是烧烤，没问题的。那这些人十五节，他们就是讲亚伯拉罕和撒拉了，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回去的机会。即是说呢，如果你想活在应许之地，你就要放弃你所喜爱的东西了，还有回去的机会。但你看看十二章希伯来书就讲专注你的眼目，但是如果你专注眼目在错误的事情，而他们就在想、我以前的国家、我是南非人、我跟着又去了英国、跟着就去回南非的那个群组那里了，就算我活在英国，当我们以前会有做些什么、当我们有点点点，成日都想起以前在他们活在南非时候所做的事情。那这些就是他就说你就算去了这个英国的时候呢，你就好像都不是成为呢是英国的一份子、哦、
而我哋決定咗，我哋咧就決定咗唔好再諗翻以前嘅嘢。正如咧就係而家神帶我嚟香港，神咧就會咧誒喜愛香港。就算我喺香港都有唔愉快嘅時候，我都要咧就係有一個啱嘅態度，就話神呼召我喺呢一度，我就會係去愛香港。諗下呢一個咧屬靈裏邊。但是如果去到個地步，我喜歡香港多過喜歡天國，就是有一個問題了。因為當時如果我這樣說，我就是不明白原來我在地上是寄居的而已。其實無論你香港出世，你整世人住在香港都好，你的那個身份呢，不是呢斷定你的身份呢就是香港人，而是你是寄居的，就是你屬於天國的，即是真正在屬靈裏面你是寄居的啫。我在想呢，就說呢有多少基督徒呢教會在這個呢就是新冠肺炎呢就萎縮了在教會，因為很多人不可以實體出現，大部分的教會全世界都是不會讓你實體出現的。那就算是有一些地方都是了，他們可能沒有損失了 40% 的人，因為很多人他只是出於一個宗教化去回教會，而是呢如果因為新冠再沒有任何激情帶領他們呢是回教會了，所以他們呢就是不是行在信心裡面。禮拜日也都是有一個呢就是機會，就是說讓即那些人自己有個機會，就覺得我回到去我原先就是做一個地上的人的那種態度。那看回呢就是去十六節，其實他們所羨慕的是一個更美的，就是在天上的家鄉，所以上帝並不因他們稱他為上帝而覺得羞恥，因為他已經為他們預備了一座城，在天上已經有一座的城市了，他們去嚮往更加羨慕更加好的一個家鄉，就是天上的家鄉，所以上帝並不因他們稱他為上帝而覺得羞恥，因為他已經為他們預備了一座城。當你呢就是運行在一個真實的那個信心裏面呢，你不會呢就是說這些逼迫所有那些負面的思想你可以想的，而你是繼續呢停留在一個信心和感恩當中，相信呢神呢就是會預備一個是更加好的一個家鄉，而這個呢就是預備了這個家，預備了一個城給你。而這個呢我喜歡馬太福音五章裡面祝福那些呢就是心靈去貧窮的人，因為他們呢就是可以見到呢天國啊，就是那些呢謙卑的人呢就可以承受產業的。我爸爸呢以前就教導我，就說他有一個呢就是希臘文啊，就有一個很強大的一個馬啦，他呢就踢那隻腳很有力的。那呢祝福那些呢就是謙卑的人啦，那些人是我們不是用我們自己的那個影響力或者我們的能力去做一些不好的事啦，而我們是要做天堂為著神天國的事情而做。而呢約瑟是有恩寵，他不停地尊榮翻神，他呢就是不停呢就是去持守，就無論什麼東西都好呢他都知道神是好，無論呢就是他因為啲人呢嫉妒他啦，嬲怒他啦，直頭掉咗佢去落監牢啦，佢完全忘記佢嘅。去到一個地步呢就是話去到成為一個呢就是城市，有一座更加好嘅城市。當他有的這一些呢就是他有人能夠呢就是騎著這一些馬車，就說呢就是喂麻煩讓開讓開讓開，就好像在香港
能夠咧去喺香港就好啦，就話唔該讓開讓開，就係、是、知唔知佢講係就話喺生命結束之前，佢講唔好咧讓我嘅枯骨去停留喺埃及，我係會揾一個更加好嘅地方。然後咧就係佢嘅後代就將佢嘅嗰啲骨咧就帶走啦，離開埃及。但係其實亦都唔係佢，就算去一個佢埋葬嘅國家度，都唔係佢咧就係想向往嘅家鄉，而係向往天上嘅家鄉。好啦，最後咧就係國際英榮堂，我就話就好似即係Bonnie 唔好咧去估計外在嘅嘢，你所經歷嘅嘢係幾咁？你諗下呢一個俄軍。他们损害了自己生命，不要呢量度去外在的东西，不要用地上的东西成为你首要的那个地点，给你一些的目的或者应许或者一些的价值，你需要是由个出处活，你的生命的出处一定是从天那里出来的，那个出处天上天堂，不要容許一些新 的循環，一些 的律法，那些 的限制，令到你完全沒有這個自由，你的心裡面是有一個自由的，你的心裡面要停留在自由裡面，就算外在環境沒有這個自由都好，那神呢就會是在外在能夠在他的時間裏面彰顯這個自由的。有一個很出名你不可以等一個男人，然後你呢就是去扮睡覺去等一個男人，即是你一个男人心里面已经得到自由，你不可以再去令到他更得到一个自由的。因为最重要呢就是他的心里面已经得到自由，你不要以为他没有自由。好了，爸爸你是不是想说一些东西呢？国际英荣堂，如果你有机会就举起你的手，如果你坐在巴士的话，或者你不需要了，我说爸爸我们即是祈祷，即是爸爸去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你的荣耀你的恩典临到我们的生命，是啊，让我们成为一个突出的因素，让你那些经历困难你去安慰他们，无论几咁困难的灵呢，就是给我们能够有一个呢就是安慰，让我们为着就是那些的力量，那些不要呢让人呢活在这些呢就是空虚空洞，还有呢就是偏欺哄当中觉得神不好的，而呢不要觉得神在惩罚他们，不要觉得我们要呢就祈祷呢，即是人的心里面呢要去被感召，去感动他们知道呢神是好的，一个良善的，是让他们专注在呢明白神呢就是多么好的，无论多么困难都好，那我们呢就是明白到神的那个良善呢，同埋咧，我哋嘅心能夠咧係安頓落嚟，同埋我哋去祈禱啦，去冥想啦，又係帶著呢一個咧，就係確據嘅心，就係去問自己我嘅心嘅出處，我去活著我嘅生命嘅出處喺邊度咧？神咧唔係話去尋找你要去付上高嘅呢一個代價，因為佢一早已經為你付上啦，但係係去尋找。一些人他是尋找他更加好的美好的家鄉，就是天上的家鄉，不是在地上的，而是在天上更加美好的家鄉。祝福你國際英榮堂，希望今天的話語可以鼓勵到大家。這個禮拜呢就記得即神就很好了，如果你呢就是如果你經歷一些不是那麼好的，你要明白神真的很好，依然真的很好的。祝福你們，我们记得
我哋有一个好特别嘅即系宣布，就话下个礼拜记得。下個禮拜完咗咧，就係、嗰個崇拜之後，你記得咧就 kick 落嗰個鏈啊。下個禮拜嚇，咁又會有啲好特別嘅呢個宣佈啊，將會嘅發生噶。如果你唔係咧國際恩榮堂咧，就唔好意思啦，就係、你就唔係被邀請嘅。但係就呢個係屬於國際恩榮堂弟兄姊妹嘅資訊嚟噶嚇。咁我哋就好盼望下禮拜再見，祝福大家繼續健康，拜拜，下禮拜見。